宝宝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油画啊，这是什么呀？我们看看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一座桥吗？然后呢，它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都这么高了。我们从上面看一看，嗨，小工程师，你好，谁遮住了脸呢？不对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这个挡住你的脸，你粘一个 sticker 下来好吗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酷，不用 sticker 啊，太酷了！这是谁搭的呀，小工程师？啊，小工程师，这是谁搭的？你不记得了？那我们可得好好看看，这个搭的真好看。底下有小桥，旁边有个门，到这儿还有这么高的四个柱子，然后就转圈圈了，转转转转转，又是四个高柱子，又是这个块块，然后又是四个高柱子，然后又一个高柱子，哇哦！最后再看一眼，这么高啊！哇！这是谁呀？这俩这是谁呀？Mini 和 Mickey 俩老鼠啊？嗯，好吧，他们倒是看着很可爱的样儿。